先介绍这架飞机，这架飞机叫做苏四系金雕。你看这个机翼和普通飞机差别最大的就是它这个机翼是往前倾斜，叫做前掠翼，但还有一个压翼，后面还有一个平尾。所以说这架飞机就是把全部机动性的 buff 都往身上叠了，但是我这架模型的话还叠了一个 buff， 就是它后面还加了一个矢量喷口。真飞机本来是没有这个矢量喷口的，这是模型后期加上去的。所以说等会这架飞机在天上飞起来的时候，它的机动性绝对会炸裂，看着都有点恐怖。然后这架飞机目前我还没有看过有几个人飞好了的，所以说觉得等会有点虚。这个飞机它还有这个收放起落架，好，关上，还配有餐盖，开启。还是比较象征的，
就是这个起落架的这个材质比较水，好像是尼龙的，跟之前的 BR 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材料。然后这个轮子本来它也是塑料的轮子，跟之前 BR 一样塑料的轮子，我给它换成了海绵的。昨天用塑料轮子在地上跑跑跑，跑掉一颗螺丝，所以说今天是第二次来这边测试了。来，先测试一下推重比。可以可以，有点溜，推重比过一，对于等会试飞成功又多了几分自信。我飞了这么多涵道，难得有一架推重比过一的。好吧，可以准备开始试飞，先滑跑一下。还可以，但是轮子还是有点虚位，它跑起来有点左右飘。这个马路还是比较宽的，如果窄一点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撞路牙。好了，可以准备开始试飞。还真就侧风，风就从这正前方来。检查一下舵面，副翼右偏左偏，拉杆推杆可以走。应该差不多啊，掉头。哦，我去，巨恐怖，我感觉我下不来了，有点头重。起落架先不关，好灵敏，拉点微调，好，可以正常了，副翼都可以，就是升降舵。哦，吓死我了，来个通铲，走个航线。还可以，低空通铲，巡航油门40%，全油门爬升，啊，巨帅！航向稳定性有点差，它老是乱跑。好，准备尝试降落，刚刚有点失速了。完蛋，有点下不来。油门一松就有点失速，它没有低头趋势。整架飞机全部是黑的，也看不太清楚。唉，这飞机有点难搞。好，可以对准航线，对准跑道。轻啊，快点下来。完蛋了，下不来。现在是侧风，我走一下反方向。好，可以控制好。啊！我感觉起落架完蛋了，我是想让它快点下来。还有土，哎，起落架没断，问题不大。有一边升降舵折了，副翼折了一小段，然后头在这，头也裂了。升降舵这里断了，那完了，没得飞了。这里这个也断了一小点，机翼没断，应该压到石头了，这里压到石头了，然后这里也是压到东西了，这个问题不大，粘一下就好了。呀，这个起落架没断是很神奇。我刚才是不敢飞了，让它直接强行下来，
我怕就是如果再飞没电了的话，就跟之前歼二零一样。测一下电压，电压3.4伏。所以说我刚刚在那里强行降落是没有错的。如果说我再兜一圈的话，又跟之前歼二零一样，飞着飞着就掉下去了。3.4，基本上就没有电了。是刚也没飞多久，但是因为这个飞机是2个气流涵道，太耗电了。好测，有点意外，但是感觉又是意料之中。这架飞机，我刚开始试飞之前也想着80%-90%会炸，因为我看别人的视频也是，有正常起飞的，我还没有找到第二个能正常降落的这架飞机，全部都是掉下来的。不过这个修还好修。修一下，我们下一次继续再出来飞，好吧？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视频，不要点个关注。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